好开心哦，可爱的亚兰。对呀，恭喜红兄。对，出来宾的人，出来宾，哎，恭喜的，干嘛？那就窝心呢，跟他真的哈。对呀，哦，就一家人分享，也收到那个温暖的祝福了。有啊，你马上有一家啦，你无那阮一家来对。对呀，我们啊，我是家庆军的啦，我们还在公园呢，练身段。公园在教我们跳，我看土林有多认真。然后我们两个教我们歌仔戏呢，对，我在公园来对，然后跑圆场呢。没关系，跑，哎，你安尼走，人会甲笑啦。啊，无，哪哪，我根本都唔是教你安尼走，这去放呢。对，手，然后这个要匀，手要跟肩膀拼，然后预备开始跑，走，好。对，等一下，我穿高跟鞋，走。走，跑100圈，100圈，现在用跳的，好啊，我停，哎，你那边讲，让观众讲，长，哎，水。你讲，看上我咧演迄个亚兰姐迄个就杨丽花阿姨的时候，那说演迄个喊梨花，那啊对对对，我是不是爱出来照有无？对对对，但是我迄一届走甲杨丽花阿姨，也嘛去弄别。行啦，因为我咧走的时阵吼，这两粒铃啊一直喊，你知无？哎呦是哦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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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喊，因为哈杨阿姨讲，你想到那里喊高呢？因为没有练过基本功的人，上半身会动。有像我们练过的人，上半身你就不会动。对对，啊没有练过的，对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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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不会动啊？我跟你讲，原来亚兰姐还有高庆坤嘛是有的啦。给讲哎，那你演戏的时候为什么都没有看出来？没有要束胸啊，束起来就像束缚一样啊，要绑起来哦，绑起来才能够平平的这样子。做修仙我辛苦呢，对啊，所以做修仙未使修大粒的啦。是哦。不是袂用个伤大了，是拢爱甲白血病。白血病系啊。啊，杨团长，伊嘛是白血病。拢是。伊肝有就大。也无我看我咩知，优秀。我跟你讲，我有目测过，对，因为杨阿姨穿白裤来看咱白人时阵，好大。你的意思，他的地位好大。对，地位超级高，超级大。好，所以问赌蓝，赌蓝哦，要讲清楚，赌蓝宝宝帮。哦，我们都练过身段了，是，你这样，这个很难。你那个时候是公园里面给我们考试，对不对？对。考试结果考一考，严格。你有去演呐？啊，我都没有去演呐。宝妈，哦，演那个多漂亮啊！一演就演这样，你讲。你讲你演背六，这样就背六，背六。敲门红枪，啊，拄啊遐背六，然后卡，卡什么？然后。我们这个红兄就出来说，宝妈，你抬头讲啥？我讲背庙啊，伊讲背庙是啥？我说伯母啊，伯母叫背庙，我唔对啊，哎，背湖背庙啊，背湖背庙，哎，我们要讲文言文啊，因为你要看身份地位嘛，你来菜市啊，就叫阿姆，哦，你那是有新婚的夫人，就讲啊，请问背庙。哦，啊，就爱变背庙，伊讲哦，背庙安尼好记哦。啊，当伊讲背庙是，倒位啊讲唔对。对啊，对啊，伊对，对啊，伊讲对啊。背母，本来讲背母，背母啦。伊讲怎歹记的啦？我讲我不是，记背庙、高庙、杂庙，安尼记背庙。没有，因为吼，他教我真的很辛苦。然后我记得我跟亚兰还出了一个外景，然后我们在公园里面拍。然后那时候很非常非常热的夏天哦，你看皇上穿的全身哦，然后我们也是古装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当观众看到台前的，哦，觉得哦好棒好帅啊，其实全身都是湿的，都湿的。然后他还必须要教我们，因为我们都不会，我们就是觉得难得有这种机会，然后亚兰说了，我们就一定要做啊，不然我怎么这辈子我怎么可能演歌仔戏？李丽婷，真的，对吧？彩华也是啊，我打败了之后，国华一定来，舞台剧他也来。他我们牛郎织女是上我陈亚兰歌仔戏创团的舞台剧，他来演我大嫂，专门在给我考读的。哎呦，好，伊安尼，你看原型秃哦。因为他要唱歌啊，然后又要演，然后一连串的噼里啪啦台词，一直讲一直讲，然后过来唱，又要面对亚兰姐要跟他唱，那个压力很大，所以又怕自己演不好，会就是对不起亚兰姐，所以那时候我的就是鬼剃头啊。所以交情那么好，都有演到，演得好好哦。
你怎么没有还敢讲？对啊，我怎么都没有演到，我们原厂也跑了，身段也跑了，怎么都没有演到？好认真，我们在民生社区的公园呢，我们不是在那种一般，我们在一个公园。我自己回家还有练呢，歌呀不，哎，这顶能刮，笑啊，而且我演过太监呢。太干吗？结果因为迄届就是叫迄个雅兰姐叫我去救会，就是嘉庆君这次姐姐入围的那个。然后呢，突然讲伊讲蔡华，你明仔载有闲无？今日当来搞拍一下会，一下救一下会。我讲怎么了？伊都啊某某人啊，那有啥物问题？我讲叫我来演太干，我讲好啊。因为我演一场命，迄个太干哦，到尾要带起来呢，是呀，哎呀，伊本来是我想要给伊安排，像伊这种的才华，应该演很重要的角色。可是他真的太忙了，我也不好意思。那刚好隔天有一个太监的角色，我讲啊，你敢不敢演查甫的？伊讲敢，啥物都唔敢，起一声砰，是呀。他在演第一，这样也算大卡司呢，也可以，也可以列名，对不对？哈，感谢感谢感谢雅兰姐给机会啦，谢谢。哎呦，你明白啊，你也不来，阿春阿春来来啊，阿春家来，我特别叫阿演上肉卡棒，无啦，你想演到，我怕担心你抢了我的风采，所以不敢找你来。哎呀，大家都在想说，哎，你们都有群组啊，你们群组平常都在聊些什么？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我们跟宝妈这边哦，中国年是我们的，韩国人不要假哎。好，因为我们里面有，我们有一个韩国同学。对对对。哦哦，这我说的。哦，说我们要陪你一路聊到高雄，这是谁说的？我说的啊。哦，等于说不用啊，我吃饱就睡。你那天你要回高雄啊？你要去高雄啊？哦。因为我每一年其实。在没有疫情之前几年，笃玲每一年的过年前，他就一个人就会回去他的家乡，然后每一年都是，然后每一年他都骗我们，他每一年都会骗我们，就说我跟你说，我只要把我家乡什么暖炉什么都准备好，我再带你们去。我们一等也等了十年，对，从来没去过。我后来现在是开露营车环岛啦，过年前就环岛。不是，这还跟露营没关系，是回你的家乡的山东。哦哦，东北啦。啊是哦，宝妈说不怕被拍到睡觉的样子，这是对我哎，你们两个很无聊哎，不是因为他在坐车，我怕他无聊，所以我们就会不停的跟他聊天，这不叫做陪伴吗？对，真的。其实我的回答是不怕，我睡觉比本人好看。我真的可能困了，因为这不是我平常说话的风格。他可能不想再回答我了，他直接讲到这一句就 ending 就不用，然后你就给他一些符号。其实我们也都有互相关心啊，然后就那时候都还会大概每个月都会吃一次饭。对，不是去笃玲家啦，要不然就是在外面。后来要不然就是雅兰订餐厅，然后带我们去吃。不一样，我呢就很关心要退休生活要玩什么啦，休息什么啦，去哪里玩。雅兰姐的规划不一样，念书了 ，EMBA 啦，拍歌仔戏啦。我后来就忙到这样。我曾经问他说：“你是不是要逼死你自己呀？”是。他说：“人生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？”不一样的东西，不就是慢慢的、渐渐的变老，然后开始享受？我们是一国的。对，哎，我每天都跟他，因为他每天在直播啊，然后录影这样。我就问他说：“何笃玲，你什么时候带我去？”他说：“你等我。”等我把厕所搞定了，我就会带你去。他说本来暖炉，现在换厕所。露营啦，宝妈说她要跟我去，她首露，她人生第一露要跟我去露。我说好，可是这朋友哈，但不管明天哪边棒流，是不要安诺哈，或者就拍鼠好，你怎样？而且我们有年纪了，晚上差不多要棒两次呢。暗时啊，拢免困啊，都不是你放尿，就是我放尿。无啦，哥哥，你会当吼，要困之前卖啉较侪水，你就袂起来放尿啊。无，卖啉，即摆有会吼，卖啉较侪水嘛，爱着。膀胱破烂。买坐一下。有一个群组就会比较温暖一些，是啊，对是啊，对，大家互相知道近况，然后有谁在香港常年这样工作，有都没有回来啊？然后我出国，然后我可能在隔离啊，反正你知道我最感动一点就是我去年去了一趟香港，然后我回来，因为那时候是14+7，然后我住防御旅馆，然后防御旅馆在复兴南路，有一个老伯伯就骑了脚踏车，骑，然后就打给我说你在干嘛？我说没有啊，因为我那时候已经开始有点恐慌症，然后没有啊，你走出来，走出来，
哦，走出去，因为我那个防御旅馆是有阳台的，嗯，走出来，你看对面马路，哎，他就骑着脚踏车在跟我挥手，哇，哦，害我哭死了，在马路边呐，他在十几楼，我在这边按那个，哦，哭死了，你干嘛在？哦，你在楼来啊？哇，好感动，我觉得这就是我这就是多年的朋友啊。然后我去香港隔离，然后赌林的经纪人也是。我在香港隔离，他就拎着那个一杯咖啡，一个甜点，然后我那个饭店房间也是透明玻璃的，没有阳台，但我看到他在楼下，他就这样子，然后我看着他，然后他只能把咖啡跟甜点放在我的一楼，然后请人家送上来。对对，我觉得这就是我对我来说，我觉得就是人生走到我这一步，我真的就是一步一步走向越幸福的日子，就是每一段时间。出现在我身边给予我的爱都完全就是满满的，是宝妈做人成功，对，人生到这个阶段，有时候你去看探监来了多少人，哎，你就知道你有多成功，这样子，这个年轻人你在迷惘吗？听我一句话，少奋斗30年，让老师帮你指点迷津，从躺平族变成人生胜利组，跟着星象趋吉避凶，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。年轻的朋友，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？详情请上脸书官方粉丝团。